不会做饭就吃这个好了。家里如果来客人煮这个汤也蛮不错的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呀、yeah, 大家好，我是每天和狗狗一起敲快递的陶小凡。飘飘飘飘毛要修了，要我帮你剪了。你干嘛装什么？今天要吃这个，这个是上次包裹里一直没有吃的一样东西，这个叫胡辣汤。我已经把水都烧开了，胡辣汤，它上面说不会做饭就吃这个好了。仿佛是懒癌患者的专利。那现在就打开来看看吧。我发现家里如果来客人煮这个汤也蛮不错的，就正常人家烧不出这个味道，而且里边那个货还蛮足的，我觉得。我都不知道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大缸的胡辣汤。我接下来放醋。好了，我盛出来，这里边东西很多，有像是豆腐的那种，又有牛肉饼，当然比康师傅的牛肉饼要大一点，然后还有豆皮，还有一块大的肉，我刚刚发现了在哪儿，可能碎了，就是刚刚倒出来那个大的那个牛肉块，嗯。我喜欢这个味道。有点像那个，就大家可能都吃过四海游龙的那个酸辣汤，就有点那个味道，我觉得。好，那我今天先喝到这里。哦，还有这么一锅，感觉还是很划算的，比外面买划算很多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宝宝们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